放心，有我在。我的兄弟死在了这里，我的同胞被劫持。你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的命能值多少钱？那是我们的同胞，就那么想找死吗？抓到徐峰，你杀我同胞，我要把你交给你的国家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。标有点意思。